起步跳出嚟最快咧，中間五兩步咧，粉藍帽嘅保護精彩啦，裏邊都塊黃色眼就忘不了啦。咁啊，黃色帽嗰匹咧就係玫瑰勇士，開邊咧就粉紅帽嘅奇峰王者，第五位開邊咧黑色帽就長山鷹咧拍住咧白色帽嘅豪江堡嚟噶。尾位置就係綠色帽嘅汪神慢咗少少咧，走五碟咧就全程喺二碟走緊嗰只紅色帽嘅豪勝進爵。咁啊，八隻馬曬鏡頭啦，啱啱轉緊呢個700米大彎嘅時咧。單騎放領走中檔保護精彩啦，開面第二位奇峰王者裏面第三位咧，慢慢小緊上嚟就係嗰匹玫瑰勇士嚟嘅。第四位黃色眼罩就忘不了啦，中間白色帽嗰匹咧就係豪江堡啦。走開面上第六位就好勝進爵嚟噶，中間夾住就係嗰只馬汪神啦。咁黑色帽嗰匹咧就等咗耐，尾二位置咧就係長山虎鷹咧，就喺裏邊上嘅嚇。兜到嚟最後300米啦，玫瑰勇士拍住開面咧就保護精彩鬥嘅，忘不了散散地攝裏邊上常山鷹都唔錯嘅走勢，開面奇峰王者拖翻住先啦，後邊嗰啲馬咧好勝進就包曬尾噶，好啦，兜到嚟最後200啦，騎兩步咧保護精彩飄嚟兩個馬位，上到第二位就常山鷹過終點啦，贏第一組試集就係保護精彩跑嚟，而咪常山鷹第三名咧就係玫瑰勇士，第四名就見到奇峰王者。